Okay guys, I'm back in QQ Speed Mobile. There are two new maps right now, but not sure if there's any new story, so we're gonna take a look. Okay, from here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a new story. It's still the same. So yeah, still really only three chapters for her the story. So new map means it's a new map reveal. We'll take a look Hold on. Or is there? This looks like another story. It's like the space maps also like that, right? So we'll just go right in, alright? Let's go. This looks like a long one. Okay. Alright, so from that scene, yep, I knew it. There's more. This is the chapter 4 we've been waiting for. Let's go. Is that?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就免了，下一步我会前往神城。哦。客人终于找上门。 Wait, I might be wrong. Translation, I don't know the translation. 我应该甩掉你了才对，你能捕捉我的位置？每个人在赛车的时候，
都会产生独一无二的能量波动。只要锁定了你的能量波动，想要锁定你的位置并不是难事。毕竟我是个艺术家，还是个科学家，这些成就只靠眼睛可是得不到的，要用脑。这个人绝不像他展现出来的那样毛躁轻浮，最近承受力几乎已经到了临界值，我本来不想再动用这个力量，眼下也没其他的办法。你以为这样就能拦住我吗？又是个没有罪的人，可以随时随地的伸出这力量，到底是什么来着？这样下去，锁定的能量会被 QSP 的能量完全化解。你的发明也不过如此。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你玩这种无聊的追逐游戏，再见了。使用 QSP 的能量时产生了强烈的情绪能量，看来这套也不算是空手而归。哦，牧羊，你怎么在这里？月呢？他刚刚离开。你竟然没能拦下他？我承认，他的赛车技术加持上 QSP 的能量后，的确比我强上一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牧羊，说重点，他去了什么方向？能定位到他的位置吗？我试过了，恐怕不行。他离开了极星的范围后，就像进入了一团迷雾之中，连我也无法再次进行痕迹捕捉。恐怕有什么人在背后帮他。不过这痕迹掩盖的手段目的性过于强烈，可以说是毫无美感。别关心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如果就这样让月离开，我们就彻底失去了抓住他背后始作俑者的机会。这我当然知道，我可是对他身上的 QSP 的能量十分感兴趣。四大车上还没有人能对这种能量进行人工干预，这还是头一回。这种有意思的事，我怎么能错过？我可没在你身上看出一丝一毫的着急，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找出月的下落。别心急啊，车神大人，你看，办法这不是来了？这是情绪蝴蝶？这里怎么会出现情绪蝴蝶？是谁的？自然是刚刚离开的那位。月离开前使用了 QSP 的能量，能量涌现时，他的情绪发生了剧烈波动，留下了一些破碎的情绪碎片。而你没有去阻止他，反而留在这里研究这些毫无价值的情绪碎片。想要这些情绪碎片发生价值，还要借用车神大人的同调律。这和同调律有什么关系？凭借车神大人的同调律，可以激活幻域的特殊用法，它能帮我们了解月的过去，或许还能借此找到月的下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来我们又得重回一趟幻域。车神大人，牧羊，以往的幻域都是由记忆的承载者亲自出发，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些情绪蝴蝶所承载的记忆？车神大人只需要将情绪蝴蝶放到感应器上，然后使用 QSP 的能量激活感应器，感应器感知到对应的情绪，幻域就可以凭借这些推演出月曾经的经历，让我们也看到他的记忆。我明白了，接下来静下心，将 QSP 的能量注入到感应器中，感受到极星能量，情绪幻域开启中。
还是寻常幻遇吗？什么都没发生啊。伟大的奇迹总需要时间来培育，再给艺术一点耐心。牧羊，我们的时间紧迫，要知道月完全有可能趁着这段时间从我们的可控范围内完全消失。车神大人，这样有没有平静下来一些？如果你能快点帮我找到月的下落，我想我会比现在平静得多。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柱子？这些柱子是做什么的呀？这是幻象生成器，当幻域感知到情绪碎片之后，画面可以通过这些柱子折射出来，达到还原现实的效果。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在幻域里撞到柱子上？你是在质疑幻域这项伟大科技的使用感吗？这简直是对艺术的讽刺。这些蝴蝶好漂亮，这是情绪幻化成的蝴蝶吗？情绪也是一种美妙的能量，通过对能量的解析与重构，可以将能量重新编译来让幻域读取，这就是情绪蝴蝶的诞生。牧羊，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场景还没有生成完毕吗？差不多就该完成了，他来了。这是什么？幻域捕捉到了几个情绪最浓烈的地点，由于情绪能量不足，大约只能支撑一次地点的探索，就看车神大人要怎么选择。我明白了。Do I take each one?这里对了解真相的帮助恐怕不大。这里对了解真相的帮助恐怕不大。Guess that's the wrong one. 这里对了解。All right. 这里对了。So it's the map.线索要紧。等等，车神大人，如果让车神大人在这种地方遇到危险，我恐怕会成为吉星的罪人。不如就让我替车神大人走这一趟。放心，我会把看到的所有内容如实转告的。怎么感觉你似乎并不想让我们进去？无论是月的过往还是他接下来的行动，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一探究竟，不需要你来代劳。遵命，车神大人。Okay, so this is the new map, I assume. We're playing the new map, aren't we? Yep. 由于幻域内危险重重，车神大人，还是换掉这身礼服会比较好。Okay, this is my first time playing this map. 这些不需要你来操心。我们走吧。
is confusing. What? Is there a shortcut here? No. There was. I don't know this map. Ooh, there's a shortcut right there. Is this the red flowers? Yeah, that flower, UF flower. Ah, there's a shortcut I missed. okay, I see one here. And there's the US statue.
是打算用我做所谓的能量体实验。麻醉剂？不不不，麻醉剂那种东西只会让你的每一个神经呈现虚假的反应，我们不需要那些。你之所以无法行动，是因为在车祸中你的脊柱遭到了破坏，丧失了行动能力，与实验无关。说什么？快怎么了？进行了能量体移植实验，一切都会好起来，你可以恢复行动能力，而我们即将证明能量体的可人工培养性，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让赛车界为之震撼的奇迹。报告主任，我们已经做好实验辅助准备。准备实验吧。月姐姐，怎么会是月姐姐？不要怕，孩子，很快你将迎来新生，你将成为一个新的奇迹。为什么？为什么命运要用这种方式来戏弄我？既然我注定无法离开林凤镇，为什么不让我死在那场爆炸里？等一下，住手！实验场所不要大声喧哗。外交，这是想做什么？破坏实验吗？报告主任，歪九教授应该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一伟大时刻的准备，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吧。歪九，请牢记实验说明。实验说明：月姐姐是在爆炸被带回这个国度，她是为了救我才落到这个境地，我怎么能放着她不管？实验能量融合开始，第一次能量体供能启动。警告警告，001实验体心率急速下降，生命体征减弱。没有人给他希望，真
候的我还自以为是的做着要带着他的梦想走下去的美梦，我青姐姐，这些都不是你的错。过去的事已经发生，谁都无能为力，所以重要的是未来该如何补救。人嘛，总是要向前看，找到月的下落是眼下最为重要的事。若是车神大人不忍心继续看下去，我很乐意带路。不，我还是要亲自去，就算要忏悔，也要在我得知和他下落有关的线索找到月之后。既然车神大人想通了，那我们就再进一次。 Okay, playing this map again. I need to get used to this shortcut. Okay, quite cool there.
量体反射神经损伤，准备急救药品。月姐姐，静姐姐，你冷静，这里的一切都是幻想，不是真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有着积极认真的实验态度就好了。心脏压力实验，开始。不行，这样会危险的。月姐姐，歪九教授，请不要破坏试验，这样会造成试验数据的偏差。顾阳，角色扮演游戏，差不多该结束了吧？走开。歪九教授。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幻域的深处，随着记忆的演绎进程，改变轨迹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危险。你已经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几场被人的实验了。歪九，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请你持有严谨而科学的工作态度。静姐姐，你冷静啊。下落相关的信息也还没发现，现在这种时候的确不可出。我们的实验系统里什么时候出现了红色的标注字符？今天的实验先到此为止，来吧，你安排人手绑好实验体001。没问题，主任，稍后实验数据我也会整理向您进行汇报。我去看看他。你怎么不跟上去？关石教授，这个时候静姐姐大概不希望有外人打扰吧。没有希望，地上怎么这么多半成品的手绘力呢？你在画逃跑用的地形图吗？是来嘲笑我的吗？你是在嘲笑我是一个差池能力，只能靠着药剂苟延残喘的废物吗？月，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这副语气是在同情我吗？我没有，是我是逃不出去了。没有和我妹妹一样的头脑，我记不住地形，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被困在日复一日痛苦的实验之间。但是这不见得我就需要你们这些败类的同情。妹妹，你的妹妹和你无关，不配提起她，滚出去。上任的吉星。
车神就是当年逃走的002号实验体，他的成长真是让人惊叹，也让我越来越有兴趣。你有几个胆子把主意打到吉星车神的头上，不怕吉星的报复？区区一个车神而已，什么好怕？不过若是你愿意配合，或许我们可以放弃这个打算，说不成。主任，我们没必要用这种手段来威胁。白九，这次你做得好，我会向组织替你申请加薪。我不是。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只是如果你能感动他一根手指，你们就再也别想从我身上获得半点实验数据。非但如此，我还会杀掉你们这些虫子。只要你们保证不去找他的麻烦，我会配合你们的实验。为了他，值得吗？你说什么？你在这里为了他自愿配合实验，而他呢，在阳光下坐着他高高在上的车神，对我的所有付出一无所知。你这样值得吗？你见过黑夜里的星光吗？星光，那时候也是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仓库里，那么多的孩子，只有他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还一心想着安慰别人。对于我这种常年行走于黑暗之中的人来说，他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光，明亮却不刺眼，但是越靠近越温暖。所以我拼尽一切，也想把我心底的这最后一点星光从噩梦一样的地狱送出去。那你还想见到他吗？若是还想对他下手的话，你大可以试试看。你先不要冲动，我保证不会对他下手。你要多保重身体，这样你们才能有再见的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你。你以后还能经常给我带来外面的消息吗？只要你想要，我都可以带给你。谢谢你，你走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请，如果你在我身边，这种地狱一样的日子，我也能坚持下去吗？不，他还是别在这儿会比较好。这能量体副作用的滋味，可不是他能受得了的。如果他在这儿，现在恐怕会因为疼痛而不住哭泣吧。我可没精力照顾他呀，我绝对不会让你重蹈我的覆辙。所有人紧急集合。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要把所有人召集起来？着头呢，明明一切正常啊。牧羊，你知道吗？对了，静姐姐刚刚去探望月的时候，你去哪儿了？这些记忆里的资料还记载了一些关于人工晶体的线索，但是看来并不完全。这项技术到底是什么来的？喂，牧羊。啊？你说什么？我问你刚刚去哪儿了，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啊，作为一名科学
学态度严谨而认真的教授，自然是做正事。怎么回事？是实验室在晃，还是幻运又要崩坏了？歪九歪十教授，我刚刚试图调查一些线索时，似乎引发了一些变动，可能会影响场景稳定性。我们需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你不是一直让我们牢记说明吗？你自己怎么不遵守？凡事总有例外，大家小心，幻运随时可能崩塌。大家小心，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什么？奇怪，怎么好像和我想的不一样？说什么？啊，好，我是想说，大家小心，千万不要让实验体有机可乘。主任，你说的不错，这是我身为实验室的一员应有的觉悟。主任，不错。来人，把歪八教授带走。啊，主任，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实验室的机密资料库发现被人入侵过的痕迹，你敢说这一切不是你做的？主任，万事都要讲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证据？歪八教授，你总是表现得过于积极，这本身就非常可疑。我的确没有证据，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和这一切逃不脱干系。身为实验室的一员，相信直觉也是一种觉悟。来人，带下去。这样也可以？等等，我演得不够真吗？这是对艺术表演的误解和扭曲。ID 杨已强制登出幻域系统。青姐姐，她不会遇到危险吧？她被剥夺了身份，应该只是暂时离开了幻域系，不用担心。不知道这次幻域进行场景切换之后月怎么样。歪九歪十实验员，现在发布另一条紧急任务，销毁实验室内的一切，包括实验体001。什么？实验室似乎遭到了外界什么人的窥伺，有人曾试图潜入过我们的系统，但手段到底稚嫩生硬了一些，留下了痕迹。为了所有的数据安全，我们必须销毁所有的资料，包括实验体001。我九，必须把001号实验体带过来。是。怎么没有人？This is you escaping. And this is the second map. You们这些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的老鼠，想要追上，那就来试试看。What is she using Yue in the story? And I know this map exactly. Oh boy, this is a PC map. Okay, I'm familiar with this map.
I know the shortcuts here. It's exactly the same. Is that a different option if I pick the other one? Hold on. Ah, man.
神下手吗？那就尽管来试试。我倒想看看有没有这个实力。不好，我也觉得车冲过来了，快逃！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去十一城的黑市吧，那里有你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黑市那里一定有月姐姐的接头人。幻玉还在运行吗？月姐姐，没想到她已经破损成这个样子了。That's a full story for this. I can't really say anything yet because I haven't translated the whole thing. So, this is the new map right here. And this is the other one. I guess there's a bonus up here. Yes, there is. Not sure if there's any story up here. If there is, I'll do it in a separate video. But if there isn't, there won't be a video. Alright, maybe I'll just take a look around the two new maps. If there is any Easter egg, I'm not sure there is. But yeah, that is, you can see chapter 4, but it's also new map reveal. Okay, so this was the old one. This was the spaceship one. This is the new one. Okay. Alrigh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you can say chapter 4.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time.